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汤。今天的影片呢，要来开箱很多很多的韩系产品，超级多。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首先，防晒的部分呢，想要来试一下 ISPO 啊，还有推出的，这可能已经上市一段时间，然后它的防晒呢，粉红色那一支很有名，然后。我手上这个版本呢，它好像是比较清爽的，是绿色包装，它没有写一个 fresh， 就是应该是比较清爽型吧。因为它之前粉红色那款我用真的觉得太油太润，比较适合干肌。像我这种混油，台湾的夏天是不要笑想用它。然后再来另外一款呢是这一款，它也是有 SPF 50 PA 有四个加的，但是它这一款应该就是那种。有提亮效果的，因为它里面的包装是这种，然后就是要这样摇的，我就一边脸用一个给大家看看。首先是这个绿色包装比较清爽版本的，它挤出来也是这种淡淡的绿色，涂开来也是偏水润水感的类型。可以直接上脸看看，很好推，然后还是有一点香味，但是香味比起以前的旧的版本已经淡非常非常多了。现在就是一个淡淡的花香，草本花香类吧。它的延展度跟滋润度蛮好的，所以我刚才挤了那一下，这半脸擦完其实还是有剩的。然后它的润度呢，我觉得，干肌夏天用其实应该也是可以的。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偏油性的肤质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稍微等它一下，看会不会再吸收，会不会沉默。如果它不会的话，我会觉得我要拿海绵再把它多余的这个保湿成分吸掉一些，不然我会觉得现在这样是有一点点，对我来讲有一点点太润了，有点害怕。另外一款有提亮的，它也是没有太多的流动性，然后颜色是淡粉色的，然后这个很明显推开来，它就是有那种提亮感的，不是那种半透明。它推起来的感觉也是偏水润。它的那个润度感觉有比刚才那个防晒再更清爽一些，感觉质地是比较薄的。哇，好像弄太多了。它这款隔离霜的质地啊比较薄，然后它干的速度比较快，感觉是会成膜的，所以在推的时候要比较快，那个手速要快一点。我觉得这两边脸的效果蛮明显的，这边是有提亮而且有均匀肤色的感觉。我刚刚近看觉得毛孔也有修饰，然后它上起来。轻薄，但是它还是有一个保湿度在的。虽然我刚刚说它那个感觉成膜速度有点快，可是我现在刚已经上完一阵子了，摸它脸上还是带有一点点微粘度的，所以它不是那种会完全转化成完全雾面的那种质地，它还是带有点保湿度。然后，但是保湿度我觉得两边大家还是看得出差异。这边这个绿色包装的这个，它的保湿度真的是对我来讲是更多，有点太多的状态。这边我觉得比较刚好，就是后续感觉上一些比较控油型的底妆的话会刚刚好这样。然后我蛮喜欢它这个蛮自然的润色提亮感，就是以韩系彩妆来讲，它的提亮没有到非常的死白，算是一个很自然的帮我把那个有点蜡黄部分给修饰掉，然后肤色也均匀很多，就让我觉得很适合那种如果你只是想要简单化个妆，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妆，只是要让你的气色比较好的时候，就会想拿这罐来用，妆效蛮美的。我把这边脸稍微用那个海绵按压掉一点，不然我觉得它真的是对我来讲太多了，太多了。接下来气垫有两个想要来用用看的，一个也是 ISPOVA 的，然后它是感觉是比较自然感的，遮瑕度应该会比较普通偏自然原生肌肤感的，因为它上面写 Be Natural 应该是吧。然后它的 SPF 也是 50PA 有四个加，然后我选的4号是23号。跟大家看一下这一颗的包装也是很漂亮，这种裸色，然后上面还有一点这种材质上的不同，很美耶。韩系品牌真的太会做包装了。然后它的补充包装我觉得也很漂亮，长这样，很漂亮耶。虽然我觉得好像有点像什么西宾礼盒里面比如说凤梨酥还是什么之类的包装，绿豆碰有没有，但是就是让它外面的印刷这种 logo 字样颜色什么都更加的漂亮。另外一颗想来用又有点害怕就是 Amuse 的这一颗气垫，它这一颗应该是比较光泽型的，因为 Amuse 他们家的产品有时候对我来讲就是会被雷到，所以我就是有点害怕有点期待，因为包装也是蛮漂亮，但它就是这个盒子比较厚，你看跟这一颗比起来，那就比人家厚了 1.5 倍吧。我也是这样一边用一颗，然后讲一下 Amuse 的这一颗，我用的是02号色，我都是挑比较深一点的颜色。首先 ISPOVA 这个气垫呢，我一摸就觉得天啊，怎么这么软 Q， 就是整个很软你们看它整个就是可以被我这样揉来揉去的。然后再来它的厚薄度呢，我觉得算是中等偏薄，
就是整个手感有点让我有点不太确定会不会好用，搞不好它是好用的，但就是跟一般气垫粉末来讲，它真的相对的软很多。它的气垫里面是这种网纱的设计，不是像传统的那种气孔，轻轻压，轻压一下 ，OK， 然后在盖子上面匀一下上帘。我用的色号23号，目前看起来，蛮适合的，应该是没有太亮。遮瑕度真的是偏自然哦，有点偏中低，因为我最近感冒的关系，流鼻涕干嘛的，所以鼻子泛红这边特别严重，几乎是遮不住的。然后这个气垫拍起来其实还行，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用。把它的气垫粉末软的好处就是在这种处理鼻翼的地方，你把它这样凹起来，这样去稍微转一下转一下，鼻翼这边毛孔还蛮好处理的，然后也比较不会留下那个，有的气垫粉末它比较硬嘛，它那个周围的这个边边啊，有时候你在拍的时候或是在按压的时候会留下那个痕迹，但这个就不会。软也是有软的好处呢。它的遮瑕力我觉得跟刚才的隔离霜甚至是差不多的，有没有？你现在有没有觉得 不太像这边有上粉底，就是感觉两边没有差到很大。我现在在局部，稍微局部再叠一层看看，但我觉得这可能就真的蛮适合那种追求裸妆，它只是要均匀肤色的朋友。反正人家本来的主打就是说偏自然的，你又想着要求它遮瑕度就不太对，叠两层还是偏自然，脸上的一些小痘痘们、一些小痘疤们，通通都遮不住，只是让你的肤色比较均匀。当然，它均匀肤色的效果，认真看的话，还是比刚才的隔离霜来的更好了。它的光泽感也是有那种自然的光泽感，不是那种雾面的。那我现在摸哦，它是会黏的哦，一定要定妆，这个会黏。好，这个气垫的妆感给大家参考一下。接下来这边呢，就来用 Amuse 的气垫粉末，也蛮特别的，它比较椭圆一点，就是跟一般的气垫粉末来讲，它比较长，然后比较窄一点。然后它这个是宽支带的，它跟我的指甲怎么可以这么的配啊？这一颗一样也是这种网纱的设计耶，就是现在大家都出这种是不是？贴纸上面还有好多的粉体哦，我就沾它上面好了。然后一样是在盖子上面匀一下，再上脸。这个色号我选的是2号色，目前看起来也是蛮 OK 的，没有太偏白。Amuse 的这一颗上起来的遮瑕度也是偏低耶，但我觉得这一颗它好像比较干，比较稍微雾一点点，虽然它脸上现在也是有光泽，但是我觉得它好像比较干，因为它靠近我鼻子周围，还有鼻翼这边，鼻翼这边其实有点小卡白芝麻，然后这边也有一点点小干纹，就这样刚上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小干纹了，但其他地方的服帖度又都还行，就反正今天刚好用到两颗气垫都是属于这种很自然挂的，跟以往的那种韩系气垫高遮瑕的那种印象来讲差蛮多的。遮瑕度硬要讲的话，我觉得 Amuse 好像还是有在高一些，就是在对于一些肤色不均匀的地方，你看尤其像额头啊、鼻子这周围，这边感觉肤色有更加均匀，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再更加原生一点。给大家近看一下，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边有一点稍微的白芝麻。这颗也是有黏黏的状况，也是黏黏的，这边放了一阵子也还是黏的，两边都建议要定妆，都是黏黏的。好，这两颗气垫呢，我第一印象都是觉得这个妆感，因为我本身就是喜欢再有遮瑕度一点，所以这妆感对我来讲有一点太过自然，但是上起来的服帖度跟那个粉体的细致度又觉得还行，只是这边就是局部稍微有一点点小干的状况，但是又没有到太严重，所以我就觉得两颗目前都是觉得不雷，但是就是还想再观望一下，就是可能看他们后续带妆时间长时间的妆效怎么样，我才可以知道我到底喜不喜欢他们。初印象的话都是觉得还好。然后接下来腮红的部分呢，我有买这个About Tone的液态腮红，想要来用一下。我买了3个颜色，1号、2号跟4号。它的包装长这样，有点像唇釉。首先是一个看起来很百搭的杏色，这是1号色。再来这个是2号色，这个是4号色。我先看一下，我这边还有一个 Bling Glow 的，也是液态腮红，然后它是一个看起来有一点点荧光珊瑚的感觉。我今天在手背也试一下颜色，好，我再决定我要用哪个颜色上脸。我怎么觉得两个牌子的质地好像有点像？
就你看在手背上画起来这个饱和度，这个感觉蛮像的。先用 Bling Gold 的一号色上在这个外面，然后再点一点这个 About Tone 的一号色在内侧，有没有一深一浅的这样的渐层感？粉扑这样直接按压，觉得现在的颜色有点微妙，就是这个显色度好像有点不是很够，两个都在叠第二层。上两层的这个显色度比较够，但是因为我现在脸颊就是还是有一些痘疤跟泛红的问题，所以上了这个腮红的颜色有点，就是有点让这边皮肤不好的感觉变得更明显，就是这个颜色的关系。那个瑕疵的部分等一下再拿遮瑕膏另外去修饰。那我另外一边脸就用粉色系的，也是一深一浅去叠擦好了，一个是四号，一个是二号。它这个粉这样上脸看起来有点，也是有点荧光感。但是粉色我觉得比较显色哎，可能因为我的肤色是偏黄吧，所以像这种比较偏橘色系在我脸上上起来就比较自然。然后这种偏粉的，就是上一层我就觉得很够了，好嫩的颜色哦。我反而比较喜欢粉色这边上起来的感觉耶，就是这种自然透出来的红润粉嫩感。橘色这个我觉得看起来没有很美丽。对，上两层就是还是觉得不知道有没有少了一点什么 feel， 就是感觉不太对劲。但粉色这边可以漂亮。好，遮瑕部分我就另外完成再回来。好，我不止把遮瑕，我连眉毛跟定妆都一起完成。接下来眼影盘部分呢，也是有几个新品，其中是这个是 Ru 这怎么念？鲁莉迪亚，我不确定有没有念错，但他之前那个九宫格眼影盘我很喜欢。还有新推出这一盘是十色的眼影盘。然后可以看到也是那种蛮日常的色系，也是大地色，然后带有一点点浅橘色调、浅珊瑚色调在里面。然后再来就是 Amuse 也有新的眼影盘，这一盘是偏粉橘色系。再来这一盘粉紫色调的呢是二号色，一样也是先在手背先刷色给大家看一下感觉，我再决定要用哪些上眼。首先是 Lulidia 十色这一盘。显色度真的也是很好，浅色也是很饱和，粉质我觉得还不错，没有太严重的飞粉或什么，不管是雾面还是烛光摸起来都很细致，只是整体的配色浅色部分还是占比有点太高。接下来是 Amuse 的一号盘，这一盘的雾面色摸起来粉质的细腻度我觉得甚至比刚才那一盘来得更好更细，但是这一盘的颜色也是淡到不行，而且它的珠光也是偏那种细碎的闪，就是它的那个珠光的亮片的密集度不是很高的那种，比较清爽系的，这个画起来的眼妆应该会蛮比较偏清淡。接下来是 Amuse 2号这一盘，本质跟1号那一盘差不多，雾面也是细致，然后珠光是这种比较日常比较低调的。对，我现在手势很奇怪，这盘 Amuse 2号色实际刷色看起来是就是偏粉红色调，也没有到很紫色调。也是啊，它好像只有外壳就是带了一点透明紫的压颗粒，但是其实仔细看里面眼影的配色是偏粉色调的，没有什么紫色的感觉。所以我决定就是一眼就是这边就是用这盘十色的，然后这一眼就是用那个 Amuse 的。然后我觉得韩系最近好像也比较不流行大亮片了，大家好像都是出这种比较细碎型的珠光，就是整个整体感觉舞台感没那么重，没有那么强烈的戏剧性，走的比较日常清淡的感觉。先用这个颜色像在整个眼窝做一个打底，再使用旁边这个颜色把整个下眼睑也是做一个打底，接下来使用这个颜色从眼窝的后半部慢慢的往上加深，用回刚才这个颜色再一次叠加在整个眼窝上，然后眼尾这边把刚才加深的颜色这边做一点融合渐层。接下来换一支更小的刷具沾取咖啡色，加深下眼睑的后半部，再来使用最深的咖啡色加深睫毛根部。接下来先使用这一颗珠光放在眼头跟眼窝的前半段，珠光干用的服帖度也还行，再来使用这一颗更闪的珠光色加一点在眼窝的中央，你想要闪度更好更漂亮的话可以用手指头来叠加，那我用刷具上的话会是这种比较清透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盘我用完其实有点小失望哎，但本来看盘子的这个配色跟这个颜色的感觉，就知道它会比九宫格那一盘还要再清淡，但是画在我的肤色上面，真的是我觉得那个层次感有一点真的太弱了。比较适合肤色再更白一点的朋友，那如果你的肤色跟我差不多或者甚至比我黑的话，我会比较推荐他们九宫格那一盘，那一盘的颜色深浅度比较刚好，比较我觉得会比较好使用啊，就是你知道这么多颜色，然后就有实际画起来的眼妆看起来就是这样子蛮平淡的，就有点小可惜。好，一样先用这个颜色做一个打底，开始用中间这个颜色下面比较深的这一颗叠加在双眼皮折痕的范围，然后下眼睑稍微用余粉带一下，沾取中间这一颗上面浅的部分，晕染那个眼影的边界，再沾取这一颗比较深的颜色，加深下眼睑后半，慢慢的往前带。双眼皮的睫毛根部也用同一个颜色先稍微加深，接下来使用最深的这个颜色，一样也是小范围的加深。沾取这个浅雾面，整理一下眼尾这边的晕染。同一个颜色稍微去提亮一下卧蚕。接下来沾取这颗珠光色，打亮眼头。再来沾取这颗珠光，点缀在眼窝的中央。最后我要换一支扁扁的刷具，沾取这下面比较浅的颜色，去加深卧蚕的阴影。另外一边眼睛也稍微加一下好了。哇，我没有想到实际用完之后，我是比较喜欢 Amuse 这一盘的。这盘颜色虽然浅，但是我觉得它上眼皮的饱和度反而是比刚才这一盘更好的，就是它浅归浅，可是你可以还是看到我的眼影看得出来有这个层次感，而且看得出来有这个粉色，然后眼尾也是有加重，就是颜色在你的眼皮上面都是看得到的。然后珠光呢，确实是那种比较清透的啦，跟以往那种金属珠光、大亮片珠光相比的话，算是很清淡很多，但是我觉得画起来蛮美的，然后粉质也没有太多问题，它的飞粉程度就是用刷具沾取那个粉飞出来的程度啊，这一盘也比刚才这一盘来的好，就是它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飞粉，那这一盘还是会稍微就是刷具沾取之后你要抖一下那个余粉再上眼皮，不然你这样直接上的话那个粉很松，它会很容易飞到你的 眼球里面，然后你画一画可能就会不舒服，眼睛会干，所以抖掉这个余粉的动作其实是蛮重要的。但总之呢，这两盘眼影盘画完之后，我自己是更喜欢 Amuse 这一盘，我觉得画起来还蛮漂亮的。然后我一定要讲一下，它这个眼影盘里面有这个小巧思的部分，虽然它是九个颜色，可是里面有两个颜色都是有两颗颜色这样去拼在一起的。这个巧思我觉得原本以为只是可能好看的设计，但我实际用起来觉得是有用的，因为它这个饱和度够，所以它这个两个颜色是很明确的两个颜色，这个也是一样，所以等于九十十一，它等于是一个十一色的眼影盘，蛮不错的。接下来我去补个眼线，然后我想要来贴一下这个品牌的睫毛，它是长这样分开分开的这种女团 V 型的假睫毛，然后它是有分长度的，我手上分别是10、11跟12三个长度，然后跟这个下睫毛想要来用用看。假睫毛胶的部分也会使用他们家的试试看，它的假睫毛胶是这种软管包装的，我就把它挤一点在这个假睫毛盒子上面。单根单根的假睫毛我以前都有拍过影片，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比较详细的教学可以看之前的影片。那反正我这样用镊子夹起来之后呢，就会根部这样稍微碰一下这个睫毛胶，我就先从最短的 10mm 开始贴 10, 然后11、12这样子，短的在前面，长的在后面。然后像这种 V 型的啊，我就会先贴完，然后再刷睫毛膏去整理睫毛。如果你真的想要让那个睞毛像女团这样这么的一根一根 V 型的话，就是你这两根睫毛之间要贴得非常紧密，它的睫毛的左右必须是要这样挨着挨着贴。我先贴了4根 10mm 的，接下来我换贴 11mm。 我11也是贴了3段，然后接下来换12。 12mm 的我贴3处我就觉得差不多了，
好，这也是睫毛膏还没有整理前的样子。接下来我要用睫毛膏去让它整理的更有那种 B 型感。用的是 Maybelline 这一支睫毛膏，先刷前半段，其实可以分区分区来用。用前半段刷了睫毛膏之后，用镊子这样去整理。我在后半部也是刷上睫毛膏。好，用睫毛膏整理完就会长这样，非常的女团感。接下来用这个下睫毛，它是这样两根两根的排列，它是比我平常贴的两段式的还要宽耶。这下睫毛间距我有点没控制好，最后这一根感觉有点太后面了，但我觉得这贴起来还蛮酷的，蛮好看，因为它是单根单根，可是它单根单根它的那个这个间距蛮宽的，所以跟我以前贴那种两根两根一簇的下睫毛贴起来感觉不太一样，这个比较像那种仙子毛的下睫毛。然后这个胶水呢，它干了它就会变透明的。现在讲一下这个牌子的假睫毛，我第一次用，我觉得还蛮好用的，蛮好上手，然后它的毛也算是蛮坚固的，就是用镊子这样正确的拿的话都不会散开，就是不会把睫毛夹坏。然后它的那个睫毛胶，欸，我觉得好用，欸，它是那种比较勾勾的，可以看到没有像 DUP 那种流动性那么高，然后它也比 DUO 的也是，它比他们都还要再更稠一点。然后它这样比较稠的话，就是你在尤其这种单处的，你 就只需要沾一点在它那个点上面的时候，它这种稠的就可以很明确的勾到，你知道就可以沾到。然后它干的速度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不会干得太慢，也不会干得太快，就这样挤一坨在这边，我的上下睫毛都弄好，就是它才差不多干掉。要不然有些假睫毛就要干太快啊，我可能就是上面睫毛贴好，我要用下面睫毛就发现它已经干了，我要再挤新的一坨，这样会比较浪费。总之我觉得蛮好用的，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就是看看。接下来我刚刚把这边眼睛也完成再回来。好，我的眼妆终于完成，接下来就是一堆唇彩部分。我们先从比较不会染唇的 Desik 这个润色护唇膏，对，它应该就是润色护唇膏，然后它是做有点像果酱那种感觉的，它颜色好多，然后它的饱和度听说就是我看网络上试色，就是饱和度比一般那种润色护唇膏还高，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吧。哇，它香味很重的那种果香味，真的每一个都是那种甜甜的果酱味耶。全部颜色真的有点太多，我先在手部试色给大家看。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光泽超强，因为它感觉就有那种润唇的效果。然后色号分别是1、2、3、4、5、6、7、8、9、10，10个颜色，从珊瑚色到粉色这种冷色调，到后面这种比较偏豆沙的颜色都有。然后它香味真的很甜，再一次提醒。在试色的时候觉得它饱和度真的蛮高的，但是没有任何的染色的感觉，没有染唇的效果。我选一个浅色跟一个深的颜色来试好了，我选一个2号色跟10号色。我现在嘴唇上擦的这个是2号，欸，很漂亮耶，擦上去就是那种唇玉感很嫩的颜色。欸，你们看我下面有擦跟上面没擦的素唇，感觉差超多的，下面的嘴唇看起来嫩超多。但就是比较麻烦啊，就是你要用唇刷来上会比较好上。这个颜色虽然浅，但是我觉得它的遮色度饱和度真的蛮高的，因为我的素唇也不是那种特别浅的人，但是它可以把我的素唇那种暗沉的部分我觉得修饰的蛮漂亮的。欸，我很意外耶，我原本以为这个也是可能会翻车的产品，它现在就是除了香味有点太香之外，我是觉得蛮不错的，而且这光泽超强。在嘴唇上的舒适度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感觉到嘴唇上有一层东西在上面啊，但是我觉得舒适度算蛮高的，因为它这种产品就有点类似那种唇膜，然后那种唇膜通常在嘴巴上面都会有比较厚的感觉嘛，这个我觉得算已经算比较清爽了，我真的觉得蛮不错的，而且这个浅色上起来是蛮均匀的。这种质地呢，就是你吃吃喝喝持久度一定会比较差，然后就是嘴唇那个面子一按就全部掉光了。接下来是10号这个比较深一点的颜色。欸，我觉得深的颜色就是那种可以预期到会是怎么样的颜色，怎么样的状态。反而是浅色擦起来比较惊艳欸，就没想到浅色擦起来这么的好看。也蛮好看的，但我个人会比较推荐浅色，就是浅色这种润唇效果半透明这种质地呢，比较少可以找到
上色起来是均匀，然后又有遮色效果的，所以推荐浅色。我现在有点想要先跳到底妆补充一下心得，就是我这两边带妆了过一阵子的感觉。刚刚说 Amuse 的就是鼻翼这边比较干燥，对不对？然后现在过了几个小时我再看，它的状态就维持在那边，没有变得更糟糕，就是一样，就是有一点小干。然后我觉得这两款的出油速度都意外的没有很快，就是我原本以为他们感觉是偏保湿的，我可能会很快爆油，但我觉得还 OK。 你看我现在脸上的油光不算特别的严重，对。然后在这边的 Espoa 的呢，它这边比较没有像 Amuse 这边有那个干燥的痕迹嘛。然后现在上妆时间久了，看起来也是差不多，但是很近看的话，会觉得靠近鼻子这边的毛孔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比较干的状况，但是就是很靠近，我要这么靠近才会发现，就这样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到了。妆感状态都维持的差不多，遮瑕度也没啥掉，就是这样，它就是这样清透感的底妆。我现在打灯的关系，说我的脸看起来还是会比较亮啊，因为我的脸的正前方真的有个巨大灯。可是我其实看镜子，我觉得跟我的脖子，跟手背这边可能相比，这边还是比较黑。但是如果跟我的脖子的话，我觉得看镜子肉眼看觉得没有差到很多，镜头上可能会白一点这样。接下来是 Espoa 的细管唇膏，我手上有收到四个颜色。它的唇膏是这种细管包装，也让我想到 Hourglass。然后它的颜色呢是这四个颜色。我觉得里面比较吸引我应该是中间这个裸色调，裸米色调，然后另外这两个都是偏冷色调的，然后这个红我觉得有点俗气，那我就来擦裸色这一支吧。它的香味我觉得闻起来有一点点像粘土，对，有点像小时候玩那种粘土的味道。它擦起来就是这种柔雾丝绒感的，然后它擦的时候也蛮滑顺，没有什么卡唇纹，然后也不会到很干。我甚至刚擦完，现在嘴唇上面都还带有一点那个光泽感。然后以这个比较浅的裸色来讲，它也没有很卡唇纹，擦起来蛮均匀的，质地上面是蛮 OK。然后它是这种细管，所以其实蛮好擦均匀，就是蛮好控制那个范围的。但就是颜色部分就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就蛮普通的。再来一样也是 Espoa 这个唇釉的部分，就是同一个系列，然后是唇釉的版本，一样也是四个颜色的手部刷，再给大家看一下。先讲一下香味，靠近闻有一股有点恶心的人工香精味，靠近闻的话还蛮恶心的。然后我先把手背上试色擦掉，它是会轻微染唇的。然后我刚忘记跟大家先讲一下，里面我最喜欢颜色应该是第一个有点浅的蜜桃浅橘色，然后还有第三个这个有点偏裸色调的。我就先来试第一个这个 Young and Peach。好，这个唇草我觉得还好，就是说刚刚在实际擦的时候没有到很臭，是涂在手上，但很靠近闻才会真的很臭。但你这样用的时候是还好，还是有味道，但是没有到这么的浓郁。然后我觉得我用的这个颜色还蛮漂亮，它没有100%完全遮我的唇色啦。如果你想要它看起来更嫩，更接近就是手上试色的感觉的话，你最好先用个唇部的打底色去盖一下，然后再擦这一支。它这样单擦的话，我觉得大概遮色度只有60%左右吧。我的素唇颜色看起来是，就我看起来是蛮明显的，蛮明显看得到的。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光泽度还蛮美的，然后它颜色虽然浅，但是擦起来蛮均匀的。然后现在擦一擦，抿嘴巴，用口水稍微抿一下，应该是没有什么泛白的问题，然后光泽度也还在，质地上面来讲应该是 OK 的。我想要再来试一下比较深的这个颜色，看一下它是不是深一点颜色遮色度会更好。没错，颜色深一点，那个遮色度就比较好，饱和度也比较高。其实唇釉擦起来的那个水光的这个光泽感，还有它这个均匀的程度，我
还蛮喜欢的，但就是颜色部分就是也是一样，它像它这个偏红的颜色，我就觉得比较还好，比较不是我的兴趣。但是它那个前面那个蜜桃色跟这个裸肤色，我就蛮喜欢的。现在比较少擦这么艳丽的颜色，看一看好像我可能是跟这边眼妆不搭吧，不过跟这边好像比较搭。接下来是一个我完全不知道什么牌子，但它包装真的很特别的这一个。应该是又是什么韩系新的小众品牌吧，它就是长这样子，很像一个唇釉被放在一个石膏里面嘛，很特别，但感觉这个边边很容易弄脏。一样也是全部的颜色刷色给大家参考，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刷头，就是蛮一般的这种唇刷，嗯，打开长这样，唇釉没有太重的味道，没什么味道。给大家看一下手部试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它里面有一些荧光桃红色，然后可以感觉到它的那个饱和度很高，在手部刷色就可以感觉到了，它不是那种很透的质地。一二三应该会是我比较喜欢的颜色，但三这个又带这个紫色调有点多，有点害怕。我试一二三这三个颜色好了，然后我先来手背上看一下它那个蘸唇。OK， 很染，尤其是桃红色的部分。桃红色超级超级荧光，对，桃红色整个就是荧光色哦。现在试擦一号色，饱和度真的高，就这样沾一次，然后就可以把我的下嘴唇完全一次擦好擦满。感觉颜色擦起来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因为它饱和度真的很高，实际擦起来比手部试色看起来更鲜艳、更红。它已经成膜了，我刚擦一下下，它已经成膜了，然后狂抿，光泽度都还在。想说用口水来试一下，它到底会不会泛白，就不小心直接把它吃下去，直接吃下去也是蛮恶的。然后碰到口水，我刚刚口水直接去抿我的嘴唇，是也没有泛白啦，但是就是唇彩也蛮多，就直接被我吃掉了。就是它的那个持久度的部分，它会染唇，可是它应该也是蛮容易沾染的。对，我下一个颜色再试好，因为刚直接被我吃掉。刚在手部刷色的时候，我其实比较喜欢一号色，但现在实际上唇我比较喜欢二号。二号它就没那么偏红，它就是真的橘色，而且它是有点那种日杂感的脏橘色。那这个系列真的都是饱和度很高的那种。好，这个颜色我们就来测试一下。白的面子这样，就是沾。虽然我觉得它那个成膜的感觉蛮快的，光泽度应该会，就是如果你不吃喝的话，光泽度应该是可以维持蛮好的，但是会沾染。最后试一下三号色，就是一个比较带紫色的紫玫瑰色系。这系列遮色度好到，就是我就算已经嘴唇有点被染色了，它还是可以轻松把它们都遮住。擦完以后颜色会变蛮深，这件事情有点不是我现在的取向，就是它感觉比较适合秋冬擦。补充一下，或者是说你可以先用那种浅色的唇彩先打底，然后这种就是这么饱和的唇釉，你可以上一点在内侧，然后晕染开来就会蛮好看。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擦这么饱和的这么深的颜色，看起来这种妆感会比较偏老气，比较不是现在流行的趋势啊。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审美，就搞不好有人喜欢，你喜欢就好。最后呢，我其实想要擦回 Daisy 这个护唇膏，然后这次我想要挑二号色，就是在我这已经有点染唇的嘴唇上面直接叠上这种浅色，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看的吧。然后今天的唇彩里面，我真的试到比较惊艳就是 Daisy 他们这个系列。但是提醒一下，就是你如果很害怕那个唇彩有味道，然后又是这种甜味的话，那这个系列就真的是蛮甜的，蛮像在吃糖果的。好，如果你是素唇比较深的人，你擦二号色就是会是这种感觉。如果有人想问唇刷的话，我这一支是031的 LSY530， 还蛮好用的。好，那今天影片其实到这边结束了，我来快速的带过一下我今天用到觉得不错的东西。首先是这个 Espova 这一款隔离霜，我觉得效果蛮赞的，很适合伪素颜的时候用。然后再来就是假睫毛部分，我自己觉得这下睫毛反而比较难贴，但是它这个上睫毛，这个女团 V 字型的上睫毛，我觉得蛮好贴的。
然后品质也还蛮不错，不会就是我刚刚这样用都没有任何一根报废的。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假睫毛胶非常好用，然后如果你是喜欢用黑色的话，它有黑色的版本，这个、假睫毛胶好用。再来呢也是让我蛮意外，我觉得 Amuse 的这个眼影盘画起来还蛮漂亮的，显色度也是比预期中还来得更高。然后最后就是这个 Desik 这个唇膜唇护唇膏这个系列，哎，我觉得用起来也是蛮美的，我比较喜欢浅色系用起来的效果。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大家拜拜。